我不信了，还真有十五金这种东西啊！我要上号看看啊。双倍全在十五金啊，给你狂的，装逼啊！我老子把你虚伪的面庞啊，虚伪的面具给他拆下来。越来越离谱了，兄弟们，越来越离谱了，我就不信了，还能有十五金这种东西啊！来来来了啊，兄弟们，给你们介入一下什么叫匹诺曹啊，鼻子都这么长了啊还敢发号啊，我来看一看，十五金双倍全在十五金啊，先看一下啊，还真没充钱啊，来来来看一下啊，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啊，还行啊，这还不错啊，六个六个还可以啊，七个八个九个十没事，才十个啊，才十个，十一十二十三没了吧啊，十三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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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还有武器吧，十四个十五个啊，这不是真的啊啊，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，我要看你的抽卡记录啊，有点假了兄弟，有点假了，你是不是肯定内测充钱了啊，我看看你的抽卡记录。Damn家的十三十五个都冒出来了，就离谱啊，就离谱啊，先看新手祈愿啊，哎他这个哎他竟然新手没有中啊，一般欧皇标配新手直接来的来一个的啊，看常驻啊，看常驻，嗯，你们要数一下个数看正不正常啊，看有多少页，每一页是六个啊，先看常驻七七五页两个金啊，六页三也就三个金啊，开始不行了，开始拉了，开始拉了啊，十七页五个金啊，七页五个金，几个十八页六个是吧，十八页六个，二十六页七个，三十八页，三十八页乘以六，二百二十八抽，二百二十八抽，总是七个还是八个，那就二百三十八，二百三十八除以一个平均下来三十抽一个，平均下来三十抽一个，还是充月，它是月卡档，月卡档，月卡得充，这是月卡的，别着急别着急，到时候算一下总共加上 UP 池加起来有多少就知道是不是内测了，好吧，它是大月卡加月卡它都充了，它是月卡档知道吧，六页六页一斤，一页两斤，九页三斤，十页四斤，十四页五斤，十七页六斤，二十五页七斤，啊，总算三十六页八斤，四十八页八斤啊，四十八页八斤，平均下来也是，这是平均下来三十五抽一个斤，有没有武器池？没有抽武器，基本没抽武器。八万四千九百六十原石，兄弟，这么多原石啊！不过还送了，他有很多是这个。我们光看 UP 吃的吧。他月卡有，他有月卡和大月卡的。嗯，
差不多。他还送了很多，送了很多蓝石头，应该差不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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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不多。三个大月卡，四个小月卡。三个大月卡，四个小月卡。大月卡是600吧，还是700？大概是2000左右，2000再加上大概14000-15000左右。对，大月卡他还会给石头，大月卡会给石头的。我还要给他充648，他竟然真的，我不想给他充，我惨死了。唯独不想给他充啊！